对对对，我就是那个柠檬博士。哎呀，别夸别夸，我会骄傲的。虽然我的确是超级无敌厉害了。哦，对了，之前说的那事儿可以吧？为什么不行呢？我的发明还不够多吗？不是，那为什么不能把我的名字加到金唱片上？什么？不，等等，我已经和女儿说了呀。所以，喂喂，各位观众，在2025年失去音讯的旅行者一号即将重回地球，届时探测器内记载各种地球资讯的金唱片将会在加入改变世界百位伟人的事迹后展出。凭什么？那些靠偶然跟狗屎运的家伙可以，我就不行。哼，等着瞧。我才是最伟大的伟人，只要时空标尺完成校准，我就能回到那个时刻改变它。收到，开始穿越，搞设计吧。笨蛋，越靠近现在的时间点，数据就越重要，这次我们得做好准备。不行，可真，还需要考3分18秒才完美。嘿咻嘿咻，哥哥，时空波动正常，时空隧道内没发现第三者。哦，还好，青青，来了就专心吃，不然太不尊重烧烤了。好好，不过都没有吃的，我也尊重不了呀。闪电猫多多，我信你才怪。站住，别跑。怎么回事？这不可能，为什么他要选这个关键时刻？青青，怎么了？各位，时空祭典出现了。就不能让本喵舒舒服服的吃烧烤吗？那是我的烧烤。出动吧，不怕强敌，极致出击。这是旅行者一号，人类史上飞行最远的宇宙无人探测器。1977年夏天，旅行者一号在首次近距离拍摄土星、木星、天王星和海王星后，正式开始飞向宇宙中心。这是开始天文探索以来最浪漫的计划。旅行者一号带着名为《地球之音》的金唱片，成为向宇宙传达问候的漂流瓶，开始了一场也许永远没有结果的冒险。所以是坏柠檬搞乱了这菜锅发射，时空起点才会出现吧？不，这次的关键时刻不是发射，而是他返回地球的时候。这不科学。根据资料，旅行者一号会在未来的2025年电能耗尽，彻底和地球失去联络。可真，为了人类，他一直孤零零在宇宙流浪。未来的我们总不能丢下不管吧？所以是未来的人找到他了。等等，这么说，我们要去的时间是？对，这次的关键时刻就在未来。可这次的时空起点怎么样会让你的法师消失？别乱动了！对，喵起！喵，这什么情况？找到你了，琪琪。根据规定，17-1第437次警告，放弃抵抗，交出时间飞船。重复一遍。怎么会？437次警告。不行，全速前进。青青，那到底是什么呀？那个是……对了，那是柠檬博士的另一个手下。一定是为了拖延时间，才会在时空隧道偷袭我们。那个是坏博士的手下。总之，我们先甩开他再说。心态转换，
解放！警告！前方高能反应！光能捕手！这又是神庙啊！大力！哎！等着瞧，我一定要甩掉你！全功率运转，时空门射出，冲呀！应该成功了吧？没用，你逃不了的。怎么会？好，赶紧收拾幻柠檬回去帮青青吧。道理本喵懂，问题是宇宙之大，找个菜锅不容易啊。怎喵办呢？开局。嘘，我在想办法呢。不用想了，它就在我们脚下。扫描确认，这是正在返回地球的无人穿梭机，箱子里的就是旅行者一号。哈，这也太好运了吧！接下来只要小心幻柠檬偷袭。到了，我是第一名，嘿嘿，这就开始搞事情。通天火箭拳。你们隧道埋伏可以，我们偷袭就不行呀。啊，啥子哟？少在那卖萌，闪电猫。哈，看本喵，逆转光枪。就是胖了点嘛，多多，请他吃陨石。可比，可点飞的。哼，万柠引力发动。可的，亲亲，柠檬心开吃。小心！嘿，海尔小拳拳，我打。5、8、1、2。抱歉，小猫没用喽。
把我抱着。可比哥，可是比哥才不怕呢，万灵引力通通过来不？可是可比哥过来过来，可是过来过来，可比通天万能步。可是哦，万灵引力超级大回转。啊，糟了！百变重锤，我跳！可比，大家没事吧？反正让本彪吐会。可比，可比，可比！目标到手，柠檬大胜利！我们得赶紧抢回旅行者一号，召唤战车吧！特工战车出动！战车没有反应，情况异常。喂，驯龙战车，你倒是出来啊！啊，难道？还没好，那我可不客气喽！柠檬屁，超级盘踞！啊，旅行者一号，七七七七，七七，你快回去画呀！七七，一二三。一二撤！那是什么？要和大家会合，首先得想办法甩开艾尔九九九。这是不可能的。理由有二：其一，我中有探测半径6371公里的奇趣徽章追踪器；第二。顾着解说啊！第二，时间飞船是大型时空载具。单论速度，是无法逃出我时空飞翼的射程范围。请乖乖别乱跑，不然毒打少不了。开始劝降倒数，十。九一，喂，这也太赖皮了吧！九之后怎么就一了？赖皮？根据资料，这是猫前辈的战术，合乎规则，可以继续。根据奇趣队规第13条，对于违反时空管理法的人，必须重拳出击。就是奇趣特工队的总部，你可以的，青青，只有这办法了。啊，这是附近怎么会有时空能量的反应？啊，你是谁？住手！喂，听见没有？马上停止你可疑的举动！奇趣不收。怎么回事？抱歉抱歉，你先休息会儿吧。奇趣，奇趣，奇趣，奇趣。
快，初代雕像遭到不明人士破坏，我们得马上支援。听着，敌人是胆敢袭击总部的恶棍，绝不能掉以轻心。是。这里就是未来装备库，飞船就在里面。就是这个，收纳时间飞船的奇趣徽章。有了它，我就能穿梭时间，改变身份认证失败。别动，你已经被包围了。你和你的同伙已经违反时空管理法第一条，奇趣徽章只允许获得认证的奇趣特工使用。马上投降，不然我们将采取武力手段。不，我拒绝。别让他逃了。奇趣徒手发射。不行，这是唯一的机会，我绝不要放弃。我一定要回到过去。青青，这声音是？青青，没事吧？快回句话呀，青青。凯奇，没错，我绝不能放弃。可是。凯奇，怎么样办？我们家战车出不来啊！一定是青青那边出事了。还没好，那我就不客气了。万岁！糟了，旅行者一号，凯奇，听得见吗？青青，你还好吗？没事，放心吧。你们一定要阻止时空起点，召唤战车吧。好，好。战车，到了！神庙，这什么鬼？青青，怎么就本庙的驯龙出来了？抱歉，其他三辆我还有用，你们再坚持一下。神庙跟神庙啊！总之，先对付蒙查查吧。艾尔，收到。等等，真是的庙！驯龙战车，奇趣变形。艾尔，快变球来我这儿。收到。我变。去吧，旅行者一号，追回来！站住，不准追！冲天七公爵，蒙查查，你的对手是我们。铁皮，坏柠檬，给你十秒，识相的就赶紧投降。十、九、一。不过分呗，说的十秒呢？哼，这叫战术。太子，正是地府。鲸鱼战车出动，激活强力钻头，咕噜咕噜钻，光能扶手，还没完呢，瓢虫战车出动，光能扶手。就是现在，鲸鱼战车奇趣变形，闪光灯鱼发射，冲啊！没用的，光能鼓手。没用的，启动徽章追踪程序。
发现目标。啊哦，飞过头了，我停。目标，远离，超紧急情况，启动艾尔小智慧，分析，分析，路线确认，百变重锤，我照。违章信号锁定，就在前面，你逃不掉的。啊，这是危险！前面是悬崖，要甩开艾尔九九九，这是唯一的办法。根据分析，这是敌人的圈套，不过。即使如此，我也还是要行动。没错，因为这才是奇趣特工。对不起，我还有必须要做的事。隔壁，停止壁，波波，万宁引力，我排阵。通天火箭拳，连续发射。是的，那些家伙居然忘了把我的名字写上去。不，没骗你，真的真的。别生气啊。对了，我给你买了一份礼物。不是因为我说谎了，是对，是庆祝旅行者一号回归了。哎呦，好啦，我的乖女儿，我告诉你哦，这份礼物真的超漂亮的，真的真的不骗你。信号弹发射完毕。救援时间未知，不过还好，小恐龙平安无事。奇趣特工任务成功。还干垃圾湿垃圾，我这么多垃圾要分类到什么时候啊？扔垃圾就是要用最华丽的姿势来完成。什么东东？机械鲸鱼可是我划时代的超级发明，不但可以定位吃掉垃圾，而且还可以把垃圾自动分类，简直可以说是宇宙最强的环保发明，没有之一。不是不是，一次能让我也试一次吗？虽然还在测试，但我的发明就是这么有魅力。博士，这个发明实在是太拉风了。那个，请问能让我也试一下吗？嘿嘿，去吧，我的朋友。好呢，真是太谢谢您了。客气了。这个礼帽还挺帅的嘛。谢谢啦。喂，你们不要，这个还在测试当中啊。这怎么回事？快跑！闪电猫先生，不能扔这里。
飞碟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扔到湿垃圾里。这个不是垃圾，快还给我。哦，凯奇，糟了，出事了！伙伴们，我们出动吧，不怕强敌，齐聚出击。勇敢的凯奇，坚强不向困难低头。变身装置，瞬间闪电启动，凯奇变身。都握住萌萌的触手，用超能力挑战头。加血猫变身，爱就是你大无穷。当真正遇到危机。是一片狼藉呀、娘，这也太大了吧！机械鲸鱼失控了，码头已经被它撞烂了一大片，你们快阻止它！那我们要怎么做？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从这紧急出入口进入机械鲸鱼内部，然后把出错的系统修复。先把大鲸鱼引开，不能让它继续破坏码头。准备进入鲸鱼内部。明白。根据资料，这里就是机械鲸鱼的垃圾运输区。博士，我们已经成功进来了，接下来要怎么办？做得好，你们现在要想办法进入垃圾分类区。不过我觉得这里的运作井井有条，看不出来有什么大毛病啊。哎呀，照我说的做就没错了。奇奇怪怪的。哔嘟哔嘟嘟哔嘟哔嘟哔追踪，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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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通天捕手，啊，不要再扯了，耳朵要断了！我们继续追。是哪儿啊？根据分析，这里就是博士所说的垃圾分类区了。掉进来的垃圾将会被分类到这三个口里面，而上面的就是负责分类的机械臂，也就是这次故障的部分。怎么有种嚣张的感觉？恭喜你们，奇奇特工，你们已经来到机械鲸鱼的核心部分。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呢？你们听好了，修好机械鲸鱼的方法就是就是你们
员把这里的垃圾全部手动分类好，扔到那三个窟窿里面去。哦，就这么简单？你说什么？你专程叫我来就是帮你倒垃圾的吗？还有你，什么故障了？分明就是罢工了吧？你的活凭什么要我们帮你干？啊！救命啊！那个混蛋在垃圾堆里扔斧子和刀啊！哎呀！哎呀！博士，你这里的人工智能太生猛了吧？什么人工智能？这里的机器只有最简单的机械结构，根本不存在什么人工智能，更没有思维。别废话了，快干活！我干不就行了吗？怎么回事？我不是已经按照你的说法做了吗？干嘛要电我？要把干湿垃圾、可回收和有害垃圾分别正确的扔到相应的口里，扔错了要接受惩罚的哦。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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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哔。矿泉水瓶应该是属于可回收垃圾吧？不管了，搏一搏。我又做错了什么？矿泉水的瓶子是属于可回收垃圾没错，但扔之前先得把瓶子里的水倒干净，然后才能扔。顺便说一句，厨余垃圾一般来说属于湿垃圾，不过扔之前同样要和塑料袋分开处理。好麻烦，我不干了，我要回家。陶瓷干垃圾、报纸易拉罐、塑料杯可回收垃圾、香蕉皮、鱼骨头湿垃圾。确认分类系统已经修复，终于完成了。不过还剩下的这一堆是什么垃圾呀？这些是有害垃圾，会留在这儿就地焚烧。奇趣小队解决不了的问题呀、啊！总之，谢谢你们，这个花送给你们了。花？等等，花是干垃圾、湿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